欢迎前美国国务卿庞培欧。台湾你那边来，我很高兴来玩，知道今天要来，对对对。那你看你要感恩，感恩请那你点爱来个欢迎。欢呼声不断，要让他感受高雄人的热情。而这漫游城市的行程，还是他本人主动要求。本来其实是安排在另外一个五星级酒店，他总是觉得说，这个从万豪到另外的五星级酒店，感觉起来好像就是在饭店之旅哦。他总是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台湾，没有办法感受到热情的高雄。庞培欧跟业界人士下午在博尔开座谈会，晚间则现身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，市长陈其迈特地上前握手打招呼。没有，我们前国务卿庞培欧跟大家的好朋友 Steven，今天都来到会场。自然互动啊，对，就因为晚上是晚宴嘛，他其实对产业非常了解啊，尤其在半导体产业，我也大概稍微讲了一下我们南部，对，包括台南、高雄这些产业发展的一些状况。庞培欧来台聚焦经贸议题，虽然已卸下国务卿，但身份特殊，维安马虎不得。市警局比照总统特勤安排近百名警力随行戒备，而 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welcome Secretary Mike Richard Pompeo to deliver a keynote speech. 庞培欧现身前，随扈得先清出动线。上午专讲会场，只要他一现身，六名随扈立刻聚集，训练有素。庞培欧旋风来台，动静都是焦点。三立新闻邱少阳、吴慧珊高雄报道。